跳球，比赛开始，洞察到了传球的线路。得说苏若愚这一人顶啊，刚才那次算顶成了。看这莫泰，但是我们看山东这个弱侧。哦，好球，投不进。嗯，往上、啊、看福斯森能不能推出点速度来。好球。对，掩护又换了，然后弱侧的这个过来，吴科过来，然后再让丁宇航再轮转。这边没给。胡金秋完成了封盖啊！一投篮不进，他还有篮板。好球！运球打丁宇航，再往出传，空位的机会。胡金秋的前场篮板自己攻。这个赛季就第一平，本场比赛在山东的第一个主场，双方在半场打成了42-59，17分的分差，广厦在客场领先。再换。看这个错位，再往里改。哎呦，胡金秋啊！嗯，三分球三投零中。啊，这一靠非常漂亮。对。负五啊，32分。又是一个助攻，福斯森13个。哎呦，胡金秋今天感觉太好了。今天的最佳球员，我们是应该给胡金秋吧？给胡金秋啊！胡金秋今天到目前为止，他自己的数据是26分、13个篮板、18投、13中，其中这13个篮板里有6个都是前场板。